大家大解妄想，以拥抱来试图化解我们两个之间的恩怨。拥抱想没用，没用，自割裂串。拍视频呢？致仲坤怡与大姐的恩怨情仇。酷炫屌，狂拽酷炫，插炸天。欠一又分三四一，对对对，赶紧去敲一下这个档期。这一次改变世界。来，这个，注意。We'll be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. You're wrong.